我是纪晓岚，欢迎来到女神聊天室。今天要来拍十月份的封面哦。但是我们一整天都会像这样跟着你，然后呢来挖你私底下的隐私。好的，今天心情超愉悦的，而且我喜欢雨天，今天刚好下雨了。为什么喜欢雨天？我喜欢下雨，下雨天凉凉的感觉。最喜欢的男艺人彭于晏，我爱他十几年了，我从他没有肌肉爱到他有肌肉，我爱他超过十二年了吧。我在肯定天气晴，前面还有爱情白皮书。哪一个部位最敏感？其实我全身上下都敏感，但如果真的要讲脚趾头跟脚底。喜欢人家碰触还是不喜欢人家碰？喜欢。好特别、哦、但就是仅限另一半可以做这件事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完成喽。嗯，对，镜头看一下今天的妆容。我们要去拍照喽。走，我们走吧。下大雨，其他人都很害怕。今天的雨真的很大。下雨天，你最理想的男生身高要多少？我觉得男生不要太矮，至少要比你身高15公分，10到15公分啊。不好意思，摄影师，麻烦你先离开。摄影师没有小，他这边喜欢小芝麻，好不好？你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自己，你会说什么？酷。酷，我喜欢酷啊！我们要去摄影棚了，走喽！耶！最喜欢下雨天了，比较喜欢下雨。可能做机器的人不喜欢。我们的机器真的没办法。很喜欢，而且下雨天那个可以踏水，感觉就是舒服。然后如果在咖啡厅里面看外面的人在淋雨，也是舒服。有司机大哥，我们在访问。来，你司机大哥，其实你也可以讲话。看一下后照镜，你觉得这个女生漂亮吗？两位都很漂亮。再到像这种辣妹会很开心吗？我当然开心啊。你看男生第一眼会看哪边？看脸干不干净，就是可能胡子有没有刮，然后鼻毛有没有外露啊，眉毛是不是很杂乱啊。司机大哥有儿子吗？你儿子干净吗？讲一下你的包包里面，你知道平常都带什么？带手机，我的手机桌布是自己。哎，现在包包里面有点尴尬，有 bra。 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说，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拍到需要悠悠卡。这悠悠卡好可爱。悠悠卡啊，我很喜欢吃零食，所以我包包每一个包包都有。好，我们即将要下车拍摄了，待会脸最苦的应该是摄影师。快跑，快跑！来到我们今天拍摄的摄影棚，感觉真的很好看，美美的。期待今天拍摄喽！期待，我要穿衣服了。好，出发，Go， 走，来喽，来喽，拍摄Go！ 设计师说是很爱 you， 哈哈哈哈哈，很酷，很酷，但是裙子太大件，是他太瘦了。太性感的才不需要紧张，拍这个比较紧张，真的假的？衣服穿越多越紧张。